10月27日，英国赫里奥特·瓦特大学爱丁堡商学院执行院长希瑟·麦格雷戈在英国星期日《泰晤士报》网站发表文章，感叹中英铁路巨大反差。文章中提到，任何真正关心商业和全球贸易的人都会在上周造访伦敦，是为了看政府如何制定出英国脱欧的法案吗？不是，为了出席世界华商大会。世界华商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，世界各地的华人商界领袖和企业家都会出席。这一大会已经有30年历史，但上周才第一次到欧洲举办。代表着很大一部分世界贸易的华人企业的3000名代表在 Excel 会展中心待了3天。关键的问题是，该坐飞机还是火车去参加这个活动？从爱丁堡到伦敦的火车大约需要4.5小时，因此我经常坐火车。然而，去伦敦与许多中国商人一起吃晚饭时，我希望自己能在中国坐火车。我太喜欢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了。我的经验是，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铁能准时从上海车站一个非常便捷的站台出发，也能够准时到达，用不到5小时的时间行驶819英里。列车的时速可以在车厢里显示是308公里。座位上有很多储物空间，有一张桌子可以工作吃饭。当你想午睡的时候，座位还可以放平。这还有什么让人不满意的吗？哪怕英国的火车效率能有一点点像中国也好了。从爱丁堡到伦敦的距离还不到中国那趟旅程的一半，但需要的时间却基本相同。我在推特上晒出的中国火车的照片收到了一位读者的回复。这位读者说，由日本设计英国制造的阿祖玛高速列车现在已经在英国运营，这是自1996年铁路私有化以来东海岸首次出现新的铁路车辆。它终于在夜间列车上引进了新的车辆，而我每个月至少乘坐2次夜间列车。我很高兴地说，现在车厢里终于有了卫生间。最后，为了参加世界华商大会，我既坐了飞机又坐了火车。我坐飞机去参加大会，然后坐卧铺火车回来。尽管有挂衣架，服务也有改进，但我承认，当我抬头看了看车里的发车时间表时，我希望这整个活动都能够在中国举行。